Hello， 我是盖伊。既然盖伊这个频道创立到现在，准备要迈入第三年啦，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才让我顺利的走到现在。但是其实呢，有些事情一直隐藏在我的心里，压抑着。所以呢，我决定今天要来揭露一些我一直隐瞒着大家的事情给你们知道。既然盖伊是在2017年创立的健身频道，在这之前呢，其实我早在2016年就创立了 YouTube， 而当初频道的主轴是在教大家乐器，当时的频道名称叫做健人盖伊。那因为观看次数一直都不好，所以我后来决定改做健身频道。那我这边播放一集以前的片段给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健人盖伊。今天呢，要教大家这首演奏曲呢是 Andy McKean 的 Drifting。这首歌呢是我们吉他非常典型的 finger style， 它用到了非常多的锤扣，然后拍泛音，还有我们拍板节奏的部分。我曾经在 YouTube 跟 IG 公布过我的年龄，让很多人以为我是29岁。当然，很多人怀疑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波波42岁看起来还比较年轻？我想说的是，其实你们是对的。我是在民国65年出生的，今年43岁，比波波还要大1岁。那这是我的身份证。65年12月，啊，很抱歉，之前谎报了我的真实年龄。大家都知道，药师跟波波时常会出现在我的频道里面，也都知道我们三个其实一起在经营三剑客这间健身房。那其实三剑客这间健身房呢，是我最小的弟弟药师，他在大学毕业后自己创立的。那我们三个其实是同父异母的三兄弟啊，我跟波波是同父同母。然后药师呢，他是我父亲之后再婚，然后生下的小弟，跟我们年纪大概差了15岁左右。我特别去找了以前小时候的照片，然后右边这个头发比较多的是我，然后左边这个头发比较少的是波波以前小时候。那他因为遗传母亲那边比较多，所以发量从小就不是很多。然后大家看我从小脸就很尖，怎么样？头发没有，那时候刘海比较长，所以看不太出来。然后这张是我大四的时候跟药师小时候一起拍的照片，那个时候好像是小学1年级吧。那我陪你参加学校一个什么入场典礼的活动，有这个我还有印象。小时候我哥还蛮常陪我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。你看我多爱你，是吗？不是吧？你哥那个时候啊，都是去学校搭讪女老师，他后来有跟我讲，一直跟女老师讲话。你那时候我们去打工还是干嘛？你不在好不好？那个老女老师就很想去说，哪个女老师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总之呢，就是我们三个其实都对健身非常有兴趣。然后他那个时候开健身房，就先拉波波进来，然后之后再找我，然后就很不错。然后我们就三个一起进入这间健身房。我哥他其实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怪癖，哪一个？可以讲吗？就哪一个？什么东西？你讲啊！就是他每次常常在重训前，就会看他那边抱着一个钢片，然后在一直闻，然后不时就会发出喃喃自语，有时候还会发出奇怪的喘息。你看你，我靠，超怪！你在闻什么？给我拍下来啊！都在闻什么？等一下，是什么时候拍的？就前几天拍而已。旁边人都没有在管你。等一下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看你是给我拍多少？对，老兄们，该一个洗钢片。哈哈哈！因为突然这样子找证据，可是要看你们真的要拍一下，拍一下证据啊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那种包胶钢片，它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没有，绝对没有人会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而且你那些器材啊，你每天都要使用它，跟它相处，我觉得培养一点感情还好吧。我觉得不是很正常。在2008年的时候呢，我参加过一场电影试镜，那个时候好莱坞电影团队来台湾选角，然后我就去报名了。反正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选上了。当时呢，我跟凯特温斯雷一同在冰岛拍摄长达45天，然后那个时候是饰演凯特的一个地下情人。哦，这边有当时的电影海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